那蜀村凶险异常，身上没点疗伤保命的丹药你也敢去？小人不讲。甚好，甚好！人罚地，地罚天，天罚道，道罚自然。招！这等凡品，赏你便是。往后你便可去土地庙自行炼制。小神还要寻丹炉，先走一步。
此地，不知死活。惊扰蜀神大人。来的刁民，速速拿下！
是来拜见你们的。不料，恩赏没了。爷爷们，怎会在阁下与我十分有缘，黑风山一别竟还能在黄风岭相见，这帮鼠辈不分好歹竟直将我绑了，大婚说送去什么卧虎寺腌好了送与太王，这里的妖怪皆是恶鬼，不过阁下放心，想吃你马哥没那么容易，这黄风岭猫鼠同眠，乱作一团，黄风大圣却不闻不问，怪哉怪哉，这样的大王谁敢投拜，我奉劝阁下赶紧逃命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放心去便是，小小鼠妖能奈我何，我自有法子逃生，你形骸虽瘦，遇上这群恶鬼也饶不过你，还是快些逃吧，我大事未了自会趁机逃生，此地人多眼杂，有缘定会再见。
大爷，等杀！ 很少。